马车，电动马，电动马车。啊，这个苏，这个吃起来像苏打冰面。可是我就觉得有多一味啊，对我而言有一种，不是弹珠汽水的那一种。啊，马车的电车前面是长这样，对啊，那照片看起来比较美。实际我觉得不是我爱。你也没实际看它，这也是透过，可是镜头。可是拍的拍 photo 的时候觉得我可以接受啊，可是这个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你们好像过。那小米的壳都会有这个防尘盖。哦。更新，更新，再来就要更新哦。直接更新。他在他原厂睡很久。更新就不能过多了。怎么开的？来玩设定。跟我的长得根本一模一样，都是小米呀、啊。这是 OLED 哦。好像是，这么棒，惨的啊！这样可以超黑。不是，是你妹就会摔。哦，要坏，可是就会先破吧？要先破才会烂掉啊！破了就等于没救啊！本来破了你也是丢啦，那不是一样？就是很不耐啊。啊、跟面板技术什么关系？外面玻璃都一样一些。可是现在 OLED 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漂亮啊。OLED 几乎已经。因为坏了，你才能换新机啊！当然要换越来越多啊。没有人知道啊，你不知道谁会知道？他不会研究这些、啊，他根本想一都行。
那三个飘飘。白色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有在看吗？你看，你知道。那震动吧，它好像很弱。没什么感觉，这个我就不喜欢了。你喜欢有按摩棒的？我喜欢有，对，要震动到我整只手都在震，全身都酥麻酥。对啊，这样才比较爽。可是这个按起来就没感觉啊。但这荧幕看起来很赞，那它的保护贴是哪一款？它已经都什么都有了，它附这个，你选了一个有附一个，附两个没有屁用的东西。小米的都有附保护壳、保护贴，便宜的都小米的都有啊。小不是红米 POCO 都有，小米，欸、小米应该也有。那为什么之前GG还要付50块去买保护贴？那时候是不是没有？对啊，神奇。到后来就都有，而且他都帮你贴好了，连出厂就帮你贴好了。我来看一看换的影片，是换的影片。哎、欸，阿姆斯特丹，他也只有一个喇叭。要 Pro 的才有两个喇叭，一个喇叭有点麻烦。还是要看影片就用平板看比较好。键盘时间，我们来听键盘。哇，用起来都比我的顺哎、欸！哦，因为比较贵。对。可以换你玩，换你玩的鸡，换你玩你的鸡，送你键盘音乐。那只有七千多。